您哪个动作会疼？就是平常打电脑写材料多了啊，它就开始疼啊。一个姿势。好，哪一个姿势会疼？就是怎么，反正都是一样的。你举起来会疼吗？疼，这样这个动作就会疼。对。啊，这样举会不会疼？这个就不会。这个、还好点。啊，往后会不会？疼。往后也疼。啊、这个动作就疼了。啊，对。轻好。肩周炎哈、哦，它一般有时候有些人举起来会疼，有些人往后会疼，有些人往旁边会疼。其实它还是要变出位置。你如果痛这里，还有痛上面，或是痛这一只手这一段，任何的痛点只要在这里出现，甚至腋下痛，哈、哦，还有侧胸痛。那他的唯一解答就在这里。如果他的痛点就在痛这里，哦，举起来这里会痛，那他的解决方案就在这里。一般人不会分，因为肩周炎就是这样，有时候哪个动作，但是哪个动作都有可能。比如说举起来会痛，他也可能痛前面，也可能痛后面。有些人往后会痛，也可能痛前面，也可能痛后面。所以你说会治疗不一样，不可能啊。因为都一样，但是问题，如果那个医师没有问出你的痛点在哪里，他就处理了。他只是听到肩周炎，他就扎针了。我告诉你，他就是有猜测的嫌疑，那也没有把这个整个搞清楚。我只能这样说，因为这个是不一样的治疗方法，管的不一样。那我那个大开关是，你看哦，我一个开关管多大呢？我这一条管整个。这里手，这里立体的，我通通管，还管到腋下，还管到乳房的侧面，乳房痛侧旁边痛，也是由这一条管的。那这么大的开关，然后这个开关也很大，心脏急救的、啊，你有没有办法找一个针把我的两个开关取代？你们想想看，有没有？如果有，那我这个叫做小开关了。这样懂吗？那也就是这个开关已经大到怎么样立体型的，三阴三阳都包括了，这个比针灸的穴位那个管的更多了，所以它我称为大开关。那是肩周炎要牵扯到两个大开关呢，那对我而言就很慎重了。所以我说肩周炎很难治疗，就难在这里。那如果你没有辨证的基础，你只能猜测。那我看很多人肩周炎很痛。很多年，那外面处理，我看我们台湾呐，我不知道这里怎么处理。有时候就拔罐，比如说他痛这里，这里拔一个，这里拔一个，前拔一个，这里也拔一个，然后背后再拔几个，有一点散弹打鸟，哈、哦，乱枪打鸟，反正总有一枪我会打中的。这个不行，这个就是我说，这我常常批判针灸的就是在这里，为什么一个手腕你要扎那么多针？我常常会问医师，你扎那么多针，到底哪一针才是对的？哪一针是多余的？为什么每个来都要这样扎？你们有没有做过研究统计？我常常会问他们。哦、所以同样的，你拔那么多，到底哪一罐才是真的？我说，真正的高手要怎么样？枪响鸟落，一枪就打一只。而且最好是一箭双雕，打下去两个地方都两只鸟就都同时坠落下来，这才是高手啊！怎么能够一个病用那么多枪呢？哦，这个是一个问题。那肩周炎在我看法，你常常如果说他痛这一点，你拔这一点，那这一点对的，这一点错的，你都拔，那结果加加减减又零。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去治疗好像有好又没好，哎，拖就拖好多年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您痛的是痛哪个？把你举起来，你现在痛哪里？就这地方就疼。这里最疼。对 对。有没有痛到后面？疼。这里后面也疼。对，带在后面这疼。这一点也疼。就这块，就这点。这一块。啊。这一块也疼。啊。举起来这一块也疼。啊，对。好，大家来看，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，这个就是辨证。哦，我教各位，你举起来，现在这里疼，对不对？这里疼对不对？那这里也疼对不对？啊，后面这里疼吗？这一段，现在我举这里，有点疼。这里也疼吗？有一点。
有一点点，不是很明显，对不对？这里比较不明显，这里最明显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他的答案就在这一条。好，您这样痛多久了？有一段时间了。差不多多久？一段？得有几个月了。几个月了哈，好。这个最主要就是这一条，我说这一条管理侧面到这里，所以它管理的部位蛮长的，这一点是不是痛？这一点比刚刚还痛，对不对？所以真正的问题就在这一条，就是肩部延时点。这里痛吗？也疼哈，这里更疼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里呢？啊，这里呢？哇，那它痛的还蛮长的。我的肩部延时点，也就是如果它的痛点越来很多很多点，也就是痛点越长，那表示病怎么样越严重。嘿，大家记住这个。好，那我好，你可以起来了。那、啊、现在感觉？啊，这个改善了。改善了哈、啊，可以举起来了哈。可以举起来了。对，好。好，谢谢。不会不会不会，好，谢谢。因为你一定要辨证，我为什么说要辨证？有一次我在一家医院，那个就是有一个打扫工人，他在医院负责打扫。那就是找他们的医师，那医师说你那个肩周炎我很厉害的，我专门在处理的。那他没有问他痛点在哪里，他的痛点是痛后面，结果他就从后面这里按下去，他很痛，按完之后他请假一个礼拜，就是这么回事，就不能打扫。那时候他有了，他知道我会按，所以我去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这个情形，那我当场帮他做。就是做胸椎，做完他马上就能动了、哦、所以对跟错很重要，你按错了，按到引子去，他就会发炎、啊、如果按对了，他马上就会改善、哦、所以这个都已经测试出来。